我不愿去相思，相思好像一只青苹果，没有天只有色。谁讲唱歌？何必让他相思？我谢谢，欢迎收听《日正当中》。好精彩啊！哎，我从来不知道。刚刚蔡琴还讲说好死相，好死相，我唱歌哪有这么死相？跟他学的好像啊！哎，不，这个不叫死相，这个叫做多么有自信啊！您唱歌的眼神是所有歌者里很少有的。怎么讲？眼睛对台下注视的时候，都是在定点中停差不多5秒到10秒。啊，真的吗？嗯。一般人有的时候会不太好意思，台下自然摸摸领带，拉拉裤子。那我呢？这是有点心虚，可是你不一样，走下来。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我觉得我好像出来扫黑哦。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Jackie and Faber。梁山伯一心要把银台放呀，银台放呀，黄梅调。离了书房下山岗，下山岗。下山岗，下了山到池塘，他说鸳鸯亮呀亮成双，他心中早夕阳配暖黄。凤凰山，凤凰山，家有牡丹等我攀。河中鹅呀河中鹅，我山伯真是个呆头鹅。织女会流浪，庙里凤求凰，堂中分男女呀，黄豆要红妆。一桩桩一件件，桩桩件件才不透。我是个大笨牛，哦，大笨牛，哦哦哦！哎，今天唱黄梅调是吧？怎么会突然来一个黄梅调呢？是啊，因为你们蛮行的哈。开玩笑，这种有历史的旋律，你们也是哈，驾轻就熟。不但是每一首插曲啊，是是是，间奏都会。哎，痛苦呢是在没有人会唱这种歌的。哎呀，这种歌真是几乎要失传了。是啊是啊是啊，能唱这种歌的要够老啊。哎呦，那所以说呢，那这个啊都找不到对手了。我这样讲人家就不敢出来了。后面有特别来宾要秀黄梅调的。哎呦，真的吗？哎呀，要听黄梅调，请到他就没错了。哎呦，您讲的是哪一位？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单元呢，独缺黄梅调。哎呀，希望能够多做一点这种啊，呈现。对对，这种地方戏曲。嗯，今天请到这位，决定让您一饱耳福啊。哦，欢迎蔡琴来到节目中。还有。
是没有想这种国际舞台啊，还没有忘记我们的这个祖先传下来的。刚才你们说这个黄梅调，我是湖北人，黄梅就是我们湖北的地方调，哎，黄梅调是湖北人唱的地方戏。但是没有想到，你知道我的年纪跟这个黄梅调一点关系都没有。刚才你们说了一句话，什么要够老才能唱，是吧？我真的到你们家里啊，去跟你们的弟弟妹妹学了很久。还够不上老子。据我知道，我们蔡琴小姐，不要说这个黄梅调哪一段哪一段您会，连中间对白都会，咱们来一下。哎呦，这要考我？哎，这不是要够老才会吗？所以不会我是应该，因为我还不够老，对不对？那您的记忆力好，那应该哪一段呢？敢问兄台，也是要往杭城去求学读书。是的，那么请问兄台贵庚？在下也是啊，我十七，你呢？我十六。哎，那么我敬你如兄，我爱你如母。为什么没有这一段？根本没有这一段。夹克，你说对不对？是不是他这个？所以说我讲，你们要知道要唱什么调子，还要选，不能伤害到自己。是吗？先请教一下。是是是，这个祝英台在那个时候，居然会在男生的社会里面不被认出来，而且跟他结拜的兄弟都认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长得男？应该是像蔡琴这种长相才有这种可能。不会啊，你这一看还是非女人味十足。是是是。那你的意思是说，祝英台始终没发育过？这也有可能啊。对对对，刚刚是稍微大家这个回味一下黄梅调，因为看到蔡琴啊，就忍不住就想唱一唱。蔡琴小姐是国台语双声带，包括英语歌曲。英语歌曲不是盖的，有一首歌我常常跟她一起唱的。Strumming My Pen 叫什么 ？Killing Me Softly With This Song。来了，已经有 key 了。谁先？你。Strumming My Pen With Her Fingers。Singing My Life With Her Words。Kill Me Softly With This Song。Kill Me Softly。With her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I heard he sang a good song. I heard he had a style, and so I came to see him to listen.For a while, and there he was, this young boy, a stranger to my eyes, strumming my pe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默契真是。那接下来我要整一下费玉清，模仿蔡琴。哎呀，模仿我啊！你会模仿我？你真的好好看一下。没人能模仿你，就我行。还从台阶走下来。我不愿去相思，相思好像一只青苹果。没有天，只有色。谁讲唱歌？何必让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影子总是在心窝，想要丢丢不开，躲也躲不过。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我从来未曾尝试，怎么能信得过？信得过。好哎，谢谢，欢迎收听《日正当中》。好精彩哦！哎，我从来不知道。刚才蔡琴还讲说好死相，好死相，我唱歌哪有这么死相？跟他学的好像啊。不，这个不叫死相，这个叫做多么有自信啊！您唱歌的眼神是所有歌者里很少有的。怎么讲？眼睛对台下注视的时候。都是在定点中停差不多5秒到10秒。真的吗？一般人有的时候会不太好意思，台下自然摸摸领带，拉拉裤子。那我呢？这是有点心虚，可是你不一样，走下来。有人告诉我，
爱情像一把锁。我觉得我好像出来扫黑哦。接下来考闽南语歌曲，闽南语歌曲你们要考哪一首呢？也要大家有共鸣的。据我晓得，蔡琴小姐如果唱闽南语歌曲，一定是什么《南都夜曲》了，《安平追想曲》，是不是？飘浪之女。这些呢是猜得很准，但是呢猜得太准就没有惊奇感。哎呦，他笑我猜得很准，你不要讲，有些歌星唱歌是一二三四的，是也是有的。我今天很客气了，我只是猜得很准啊。哎呦，其实我今天叫你们不要猜得很准，要猜不准。那今天要给我们来的是。来的是那个烧肉粽。哎呦哎呦，小巴掌那种杂波的球金汉的听到。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们猜不准。好，来吃个烧肉粽。对，好哎。1, 2, 3, 4，祖比祖坦海非常有意思，怎么样？考完了吧？谢谢。哎，还有一首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唱的啦。哦，什么呢 ？Say Yes My Boy。这个又是费玉清，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来。不是，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长大了。那个时候啊，他们啊很恶心，都要开舞会，有没有？我们那些小萝卜头在旁边听的，隔壁听也听不懂。就学一些比较简单的英文歌，就他们在那边乒乒乓乓，在那边跳舞，对不对啊？平常讲，对。我们这个年代是比你们还要早个十几年。对啊，你们是大哥哥辈嘛。他们那时候也听音乐嘛，他们也像那时候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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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没有跳那个时候的猴子舞哦，哎，阿狗狗啊 ，Monkey， 阿狗狗，阿狗狗，他最会跳，顺便运动一下，哎，运动一下，运动一下，来。今天谢谢蔡琴的鼓励一下，谢谢。